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 NBA 季前赛已经开打，作为西部的二大夺冠热门，湖人和快船在前二场比赛就迎来碰面，其中湖人这边詹姆斯和浓眉纷纷休战，而快船则几乎以全主力出战。不过让球迷感到意外的是，缺兵少将的湖人竟然连赢快船二场，并且第二场还赢了足足25分之多。快船虽然全主力出战，但主力打的时间并不长。在湖人和快船交锋的这二场比赛里，湖人小将塔伦霍顿塔克迎来了爆发。二场比赛他合砍52分、19篮板、8助攻、7抢断，成为了比赛中最靓的仔。下面是塔克的数据。第一战上场37分钟，17中6，砍下19分、9篮板、4助攻、3抢断，正负值加6。第二战上场39分钟，17中11，得到33分、10篮板、4助攻、4抢断，正负值加36。塔克是湖人在上赛季1次轮第16顺位选中的，他身高193厘米，臂展达到了恐怖的217厘米，体重106千克，属于妥妥的重型后卫。上赛季在湖人，他仅打了6场比赛，场均上场13.5分钟，能得到5.7分、1.2篮板、1助攻、1.33抢断，命中率46.7%。作为一名后卫，塔克有着非常出色的身体天赋，他217厘米的臂展让他拥有极好的防守覆盖面，加上出色的体重和对抗，只要把技巧和移动练上去，未来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线防守者。在第一场比赛里，快船超巨伦纳德问，于是他问湖人星援马修斯是否塔克才19岁，结果马修斯自己都不知道。后来马修斯跑去问塔克才知道，原来后者刚满20岁。塔克今年20岁，按理说正处于长球的年龄，季前赛因为球队二大超巨詹姆斯和浓眉都不出战，所以他得以获得了大量的上场时间和球权。可一旦到了常规赛，当球队主力都回归时，塔克的上场时间肯定会缩短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塔克想要从主教练沃格尔纳获得上场时间，肯定还得在比赛中不断证明自己。毕竟湖人是上赛季的冠军，球队阵容深厚，后卫线上人才济济，塔克想要在湖人打出来并不简单。除了詹姆斯持球多外，像施罗德、马修斯、波普和卡鲁索等都要球权和上场时间。塔克这赛季才2年级，除非他在比赛中展现了超乎常人的实力，否则主教练绝不会给他太多的上场时间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。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